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十里春年，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357页，357页倒数第六行，这是一个段落。诸奇特法，这一句是经文，下面是念老的记住。净音素语，佛所得法超出于人，在世所无，故云奇特。奇是稀奇，很少有，特是特别特殊。佛所证得的超出于人，超出阿罗汉，阿罗汉有证小乘的般若般，菩萨有证菩萨的位次有51个，华严经上所说的从初心位到等觉51个位次，这51个是摄心10个位次，摄住、摄心、摄回向、摄地。这50个上面再加一个等觉，51个位次。那么佛比这个还要高佛是第52个，最高的上面没有了就超出于人大乘教里面41个这个51个位次，小乘教里面声闻4果4相8个位次还有辟支佛比阿罗汉高，比菩萨低全部都超出。他所得到的是究竟圆满的大法我们在这段记注里面都会学到
在世所悟。这个世是指的六道，指的设法界。啊，佛所证的六道设法界里头没有，这就稀奇了，这个就特殊了，啊，所以故称之为奇特。何赞也是日本净宗的祖师。啊，他说既凡秘书，凡是六道凡夫，六道称内凡，四圣称外凡。啊，外凡有声闻，有缘觉，有菩萨，这些菩萨没有明心见性。啊，在大乘教里面，啊，还是属于外凡的，就是实性位。别教实性、实住、实性、实回向，都是凡。实地成神，登地这就成神了，他超越十法界。如果是华严原教，他初住就超越了。啊，这个是两宗判教不同。啊，华严高，初住菩萨就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他是真佛。不是假的，啊，虽然成佛，还没有证得究竟圆满，所以叫分真即佛。天台大师说的，啊，智者大师说的，啊，初住以上，统统见性，别教。要初地才见性，所以别教的初地等于原教初住，他们所证得的是平等，诸佛如来应化在世间，帮助这些凡圣啊，没有离开十法界的这一些圣者，啊，小乘的阿罗汉、辟支佛，大乘的三乘菩萨，啊，这个三乘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啊，帮助他们有一个秘术、熟识方法。什么方法？脱离六道的方法，脱离十法界的方法。这个方法不在八万四千法门里面，不在无量法门里面，所以就密了。啊，这密是秘密也。啊，其实这不能说它秘密，神秘，可以用这两个字来解释，神秘。啊，十法界里面没人知道，虽然知道，他不相信，等于不知道。啊，真正见到这个法门，听到这个法门，能相信，能不怀疑，啊，对他
也是神明，他能相信。可是这个法门绝大多数的人不相信，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说的，几乎是设法诸佛如来，他们大家都说，都这个说法，都肯定这个法门难信之法。所以修学这个法门啊，他会中途退心，会改变，一点都不稀奇啊，不但不稀奇，是正常现象啊。什么原因呢？他没那么大的善根，没那么大的福报，这个法门，弥陀经上说得好，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纵然我们有因缘，有这个机会遇到了，我们的善根福德不够，所以看到别的法门会动心。啊，不能够坚持一直学下去，能够坚持一直学下去，不为外头境界所动，八万四千法门动不了它，无量法门也动不了它，它不是戒除，戒除如如不动，就像善财童子一样。华严经上我们看到善财五十三参，善财修什么法门？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善财修的这个法门啊，他在文殊会上开悟，俗话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文殊会上，这叫得根本智。五十三参是成就他的厚德智，厚德智是无所不知，根本智是无知，般若无知，起作用的时候无所不知啊，所以得根本智之后，五十三参成就如来圆满的智慧，这才能度众生啊，这才是住奇特法啊。那么这个奇特法今天在这个会上，释迦牟尼佛要为大家宣说啊，什么原因？世尊观机现前学生大众当中，有人能接受，有人不怀疑，有人能修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正，佛欢喜啊！正的人多了，善根不足的人看到了，立刻就能把他的善根福德补足。为什么他看到那么多人，他相信了，他不怀疑了，他善根就足了啊！这些人往生，让许许多多人亲眼见到的，
听到的啊，发心跟着往生，自心化他了啊。那么这个传说记录成文字的这些经典流传给后世，后世善根福德有还不足的人，他看到了，他听到了，啊，同时也在他当时见到真有这样的人，虽然不多，两个三个，啊，这些生根稍稍不足的人很快就补上了。啊，那么还有补不上的，补不上的在阿赖耶里面他的善根增长。啊，虽然增长他还不愿意往生，他对这个世间还留恋，他对于十二分教还贪恋，啊，不能专一，啊，这也是善根增长，再等来生后世，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最后必定还是这个法门，往生成佛。啊，那我们看到欢喜，看到赞叹了。啊，这一生当中，听着一句阿弥陀佛佛号，我们看到、听到都生欢喜。啊，知道这个人来生后世，必定是这一个种子成熟，而得度脱三界六道，往生极乐世界，成佛作主。这个法门真的是奇特了。啊，佛要说这个奇特的法门，当然先要住奇特的境界。奇特的境界是什么？下面经文讲的，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这十二个字赞叹这个法门，这就是奇特法。啊，诸佛所住的，是弥陀净土。啊，导师之行是信愿持名，这两种都是最深之道，谁知道啊？读无量寿经读到这一段就过去了，不知道这几句话了，把经宗暂绝了。啊，一个善根福德深厚的人，读了这一句经文，啊，这一段经文，世尊今日入大寂定，到最深之道，就得这几句。他就会死心塌地，
啊，认真学习这个法门，像海鲜老和尚90多年不拐弯，他一辈子都不拐弯。啊，为什么？没有比这个更殊胜了。他达到登峰造极。这一句佛号统摄一切法门，统摄一切经教，同时一切诸佛菩萨的德号。而且这个法门不妨碍工作，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活活泼泼，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当下就得大自在啊！啊，你看海鲜老和尚，我们在光碟上看到老人，一天到晚法喜充满了，好像此地就是极乐世界啊！在他的心目当中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个世界上各种人，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在他心目当中都是善知识。啊，我们要能体会到，你能够看出来，体会到你的心定的，啊，决定不可能再有浮动，啊，才会受外头境界影响。不可能啊，那就是如大寂定。大寂定不是盘腿面皮，心是定的，顺境如如不动，逆境也如如不动啊，决定不会随外头境界影响，不会跟着是这个外头境界转变，这叫大寂定。啊，世尊要不是住大寂定，不是住其他法最深之道，他怎么能说得出来？啊，连教学也要契入这个境界，从这个境界里流露出来的言语，流露出来的威仪，让观听的这些大众生起信心，啊，引发他们的道心。大菩提心，啊，我们再看《念老引真解》这段文字，啊，真解也是日本大德。其特法者，如来正觉果海，名为其特。其特之极，之下，到下面会讲到，花光出佛之文，仗义。仗是仗义。啊，让我们都能够看到，都能听到，都能感觉到。
如来正觉果海，我们一切众生都具足啊，真奇特，我们无法想到啊，这就是真如自性。啊，世尊在大乘经上常说，尤其是华严经，他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跟此地讲的真觉果海是一个意思。如来真觉果海，如来智慧德相，真觉就是智慧，果海就是德相啊，果海是极乐世界，正觉是阿弥陀佛圆满的智慧，念佛人往生到极乐界成佛，成什么佛？你是哪一尊佛？告诉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正觉果海里面的第一佛，是根本佛啊，是自性佛，一切众生都有啊，只是迷而不觉啊。今天世尊要为我们宣说这个法门，让我们通通觉悟过来啊，认识我们自己真心里头有宝，不要向外需求，外面没有，外面是幻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要向自性里面去求啊，念佛念了多少年不能舍心，妄想杂念还是多，除不掉，那什么原因？不是体性上出问题，体性上不出问题，是我们的方法有了问题。啊，念佛怎么个念法？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讲得好啊。观音菩萨教给我们梵文文字心，信称无上道。啊，梵文怎么不听外面的？听里面的，妙啊！里面怎么听法？我们念佛默念，不出声音，心里在念，有没有声音？啊，阿弥陀佛，有没有声音？啊，外头没有声音，里头有声，耳朵要听里头的，别听外面。听里面的就相应了啊，外面的声音听不到了，外头声音再大哎，有吵杂声音知道没听清楚，里面的佛号啊字字句句听得清楚，这就能实现啊。你看大势至菩萨讲的跟观音菩萨讲是一桩事情，观音菩萨是梵文文字心，大势至菩萨都摄六根，
都是六根，就是梵文。啊，说的话不一样，意思是一样，一状似啊。啊，不受六根干扰。啊，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叫毒舌六根。啊，见色，沿着色上起心动念，就迷了。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你看，见色起无明烦恼，耳闻声也是起无明烦恼。啊，再分别，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生烦恼啊。三种烦恼都生了。烦恼无尽，誓愿断了。怎么个断法？啊，懂得梵文可以断，很有效。懂得毒舌六根有效。阿弥陀佛是我们的本师，教我们念佛。怎么念佛？你看这两个教授，这两个教练，观音师侄是两个教授啊，教练呢，他教给我们的方法，我们要会用，决定有效。啊，所以要真回头，对外面要放下，不受外境干扰，不受外境影响，就是放下了。啊，为什么你在境界里的不起心不动念，是定啊，不分别不执着是戒，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慧呀，戒定慧三学都在其中啊。妙不可言呐！啊，奇特到极处啊！啊，你能入这个味道，你才尝到净土的法味。啊，极乐世界的法味呀！啊。欢喜心真正生得出来，啊，那么下面经文，这个花光诸佛，极其奇特。显彰出来了，啊，下面引华严新七品，啊，切如华严新七品所说的，一切众生身中有正觉智，叹之云奇哉，奇则奇矣。其而非特，啊，是稀奇，啊，但是没有什么特别。为什么这种稀奇，人人都有？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行，啊，只是没透得出来，烦恼习气障碍他了。现在烦恼习气
放下了，他不障碍了。啊，正觉智慧透出来，一分钟没有障碍，他就透一分钟智慧；一秒钟没有障碍，他就透一秒智慧；一有障碍就迷了。啊，我们如何能把我们正觉智慧的时间延长？啊，我们从几秒钟能到几分钟，从几分钟能到几十分钟，这就是修行功夫。怎样才能做到？放下烦恼习气，就能做到啊！啊，烦恼是什么？贪嗔痴慢疑。顺境。放下贪心，逆境放下嗔恚，啊，乱世放下愚痴。把贪嗔痴放下，就能随顺自性。啊，不随顺境缘，啊，随顺法性。法性就在眼前。没离开，性相也如。我们六根接触的是法相，相没有离开心。啊，像我们看电视屏幕，我们把屏幕比喻作心，自心。屏幕上的画面就是自心所现的一切法。慧能大师说：“何其自心能生万法。”这个万法是全宇宙一切法。啊，百法名门里面把它归纳为一百类，展开就是一切法。啊，这一百类的法是相，法相。佛希望我们在相上践行。相是真心跟妄心混合变现出来的。啊，真心现象它不变，妄心它会变，妄心是生灭的。把真心的相分呢变成了生灭的现象。啊，相本来是不生不灭的，它变成生灭现象。
啊，弥勒菩萨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他用什么变的？懂啊，一念不觉就是懂啊。啊，自信，自信是不懂的。南大师说得好，何其自信，本无动摇，那叫自信本定。啊，所以为什么要修定？定是真心，动是妄心。啊，修定就是把真心找回来了。诸佛菩萨用真心，不用妄心。六道十法界的众生用妄心，不用真心。差凡圣的差别就在此地。真心是不动的，真心是清净的，没有染污。啊，染污是阿赖耶，特别是摩那一根。啊，这个东西是最容易受染污。啊，其次是意识，第六意识。啊，也很容易受染污，但是没有摩那那么深，那么严重。啊，转世成智，要从六七上转。六七怎么转法？我们要明了，我们要真干。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分别，就是转第六识；不执着，就是转第七识。六七转了，前五识跟第八识跟着就转了。啊，六七是因上转，五八是果上转。只要六七转了，他就跟着转过来了。转凡成圣，就是转妄心，用真心，用真心就是佛菩萨，就是圣；用妄心就是六道十法界的凡夫。他用妄心啊，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懂得啊，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从早到晚都在接触啊，要让这个分别执着减轻，淡薄，越淡薄越好，这就是进步。啊，淡薄的等于零，就成功了，你就真转过来了。啊，可绝对不能叫它一天比一天浓，那就坏了，那是修六道轮回。那不是修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一天比一天淡啊，淡到最后念头里都没有了啊，所以这个法门叫其他法啊，八万四千法门都是这个通普通的法门，都是要把人的淡化，淡化到最后等于零，就成功了。这可是太难太难了。我们总会起心动念的，没有办法叫它等于零啊。啊，那么阿弥陀佛这个方法妙，他不叫你等于零，他叫你等于阿弥陀佛。所以，这个法门是指方立相。啊，指定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啊，立向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有极乐世界。啊，让你去观想，你可别想别的。啊，极乐世界是我的老家，
今年的越熟，还要对老家越清楚，你就越喜欢。啊，转移的念头，把这个六道十法界丢掉。啊，一心一意专向阿弥陀佛。华严上说，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极乐世界想成，到极乐世界去了，问题解决了。到那边阿弥陀佛帮助我们处理，不要我们操心。这法子好啊。啊，非常简单，而且有效果。啊，有非常的效果。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极乐世界不是虚设的，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那个地方，人生法性生，啊，居住的环境法性土，啊，法性是什么意思？不生不灭，没有转变。这是发现，阿赖耶是有生有灭，是刹那刹那在那里改变。啊，法性跟法相不一样啊！啊，这个就是稀奇，就是特别。一切众生身中有真觉知，不要向外求，向内求，向内求就是佛法，向外求就是今天讲的科学。啊，科学是向外，佛菩萨不向外，外面是假的。向内，内是心性，心性是真，有真智慧，有真德能，有真相好，啊，都会表演在我们的身体，表演在我们生活环境当中。啊，所以赞叹他，这是奇才啊！啊，稀奇！啊，这桩事情虽然稀奇了，但不是特别啊，又如《法华经》《提婆达多品》讲农女成佛啊，这个很特别。龙出生了，它不是人道出生道，而且只有八岁，小女孩啊，那她能成佛，这个很特别啊。但是不奇怪，为什么不奇怪？佛在大经上常常提醒我，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那就不奇怪了。这是很特殊的一个案例。那唯此一法呢，最奇最特。这一法就是幸运持名往生净土。这一法稀奇，这一法很特别。
我们看这是何者？这何者是个问话？为什么？为什么他最奇最特？经书众宝莲华，周满世界，三经都说到啊，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统统讲到啊，这个莲花，你要说它是医宝，在花外无佛证据。啊，明明是医宝，可是这个话是自信变的，不是阿赖耶的相分，啊，不是阿赖耶的境界相，啊，自信。那就是说他有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心得，这段事情现在我们比较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啊，科学家发现啊，发现的是，只要是物质现象，都有见闻觉知。啊，在一般大乘经上所说的五蕴，五蕴是一体，色是物质现象，这个色不管大小，决定由受想行识。啊，我们过去读五蕴都以为是人身体啊，现在知道了不是的，物质跟精神是不能分开的，而且先有精神后有物质啊，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我们看不懂，看了百遍千遍都没看懂啊！心经一天念好几遍，照见无蕴皆空，无蕴是什么不知道啊，总以为人生身体是色啊，有感受啊，有思想，能想过去想未来啊，这个思想一个一个接着一个，前念灭后念生，这叫心。心就是它相续，它不断。啊，识。啊，识就是阿赖耶。啊，阿赖耶的种子，不断的在那里生灭起现行，永远不会消失，就这么解释的。啊，到现在的量子力学家把这个谜解开了啊，用的方法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就是讲这一个物质把它分裂啊，看它到底是怎么组成的，不断去分啊，一粒微尘肉眼能看得见叫牛毛尘，把牛毛尘分成七分，七分之一是羊毛尘，再把羊毛尘分为七分，七分之一叫兔毛尘，兔毛尘再分七分之一水尘，
啊，肉眼看不见了。啊，这里很微细的物质现象，水有空隙。啊，它在水里头活动没有障碍。水尘再把它分成七分之一，金尘就是金属。啊，金属有空隙。啊，金尘再分七分之一叫微尘。在佛经上微尘很小，阿罗汉的天眼能看到微尘，比微尘更小的阿罗汉看不到了。啊，那个微尘还能分。啊，再分成更小的七分之一，七分之一一直分下去，到色聚即微。啊，色聚即微，再分七分之一，即微之微。真的是最小的，再不能分了，一分物质现象没有了，所以叫灵虚尘，它跟虚空啊，好像做邻居，你的一分它就变成虚空。那么这个东西被科学家发现，科学家分到最后，这一分最后是微中子，那微中子就是佛经上讲的即微色。即为之为啊，灵虚尘，这个一分没有了，空了，物质没有了啊。今天科学有方法掌握到微中子啊，把它也打破的时候没有了物质现象。发现的是什么呢？是念头波动的现象。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物质现象的升起是念头波动产生。那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现象。啊，所以色受想行识，那个受想行识在物质之前，由受想行识才现物质现象。啊，受想行识它的根就是识。啊，由根这个波动就是心。啊，从心里面再产生想。想里面才有受，那受是感受，它有想。啊，所以它才被形成了思想，形成了物质。啊，这个被揭穿了。啊，揭穿之后，科学家告诉我们，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物质全是假的。跟佛经上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个意思。得出的结论。佛三千年前说的，现代科学家真实了。佛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佛又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科学家完全接受。啊，所以科学家听到佛经上这些话非常惊讶。啊，科学到今天四百多年，一代接一代不断的努力发现，为什么佛在三千年前什么科学仪器都没有，他知道的这么清楚。啊，讲的比科学报告还要明白。这是什么？佛向内求，科学家向外求。啊，外求你看四百年，多少人借着努力才发现。啊，内求不要，自己几年功夫就发现了。啊，向内求就是修定。啊，先持戒，持戒帮助你得清净心。
啊，清净心就是定，得到清净心呢，不要放弃，把清净心加深，啊，甚深的禅定，啊，到一切法都不动，啊，最后跟自性本定融成一片，那就是自性本定了。啊，自性本定能照见一切法，因为一切法不离自性，一切法都是自性变的，所以你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它怎么变的过程很清楚。啊，比科学的分析还要清楚。啊，所以佛经里头有高等科学，有高等哲学。啊，那么我们要问，佛经讲的是什么？四个字，就说明白了。诸法实相，诸法就是宇宙之间一切法。今天讲现象，一切物质现象，一切精神现象，一切自然现象，一样都不漏。真相是什么？啊，见性的人完全见到一切法的真相。啊，今天物质真相被人揭穿了，念头真相还没揭穿。念头生物质，啊，念头从哪里来的？念头怎么来的？啊，科学家现在在猜测，认为宇宙之间有个能量，啊，然后怎么样把它去证明？啊，这个能量又从哪来？一层一层的播出，让他真相大白。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再过个20年、30年，佛教不是宗教了，佛教是什么？高等科学，高等哲学。啊，几千年我们迷在这些幻象里头，会被人揭穿。那么揭穿他能不能成佛？不能。佛在大乘经上说的第六识就是思想，它的能量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因为它是妄想，它不是真心。真心是无限的，妄想是有限的，有局限的。啊，它只能局限在阿赖耶之内，阿赖耶外面那是自性，就是说用第六意识可以了解阿赖耶之内的，啊，这个宇宙的奥秘都能揭穿。阿赖耶之外的真如自性完全不相干，
不但成不了佛，连小乘须陀洹他都没分。这叫佛法跟世法的不一样啊！这叫佛法。小乘须陀洹恢复两个本能啊，这经上讲的，人有本能啊，啊，本能表现在外面就是六种神通，科学家没有啊。须陀洹有天眼通、天耳通，啊，天眼没障碍，坐在这房子，隔壁的人在里清清楚楚。啊，楼上人、楼下人都看到啊。科学家不行，没这个能力。啊，有天耳。啊，不需要用手机。啊，远方的人谈话，他听得见。那么须陀洹跟须陀洹交通，啊，不需要用这些机器。啊，他能看得见。不需要用电视，能看得见，能听得见，无论距离多远，他没障碍。啊，那再深一级，二果，出果须陀洹，二果，就又多了两个，又恢复两个神通。他心通、虚面通，他心通，别人心里想什么，他知道。啊，虚面通是知道过去、前世、前生。啊，阿罗汉能知道五百世。啊，生生世世状况，他都能想得起来，他也能看到。啊，三果阿那含神足通出现了。啊，神足通是飞行变化，它能分神。啊，而且真管用，分神管用，不是不管用。那我们在过去这些典籍里面看到，啊，确实有印度高僧在中国弘法，啊，回去的时候信徒很多，都跟法师见行。啊，供斋请法师来应供，法师欢喜答应了。同一天，同一个时间，中午，500多人请他吃饭，不是在一个地方，你家里的供养老和尚，他都去了。啊，第二天设立长亭送行，每个人都欢喜高兴，法师给我很有面子，你看昨天到我家应供，那个说不对呀，昨天在我家怎么会在你家呢？这一串通才知道，500家他都去了，他分500个神。啊，科学家没办法，
啊，飞行圆距离，他念头一想，身体已经到达了，不需要用交通工具。啊，三国阿那含就有这个本事。啊，大摩祖师过长江，不需要船的，拿一根芦苇，啊，岸旁边拔一根芦苇，放到水上，柴到芦苇，他就过江去了，给我们表演的。啊，那个本事是三国以上才有。啊，四国罗汉漏尽通就没有了，就是见思烦恼断掉了。所以科学家没法子跟他比啊！啊，科学家用这些仪器观察，事实真相被他发现了，他得不到受用。啊，那么佛法用内功，用戒定慧。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他得受用。啊，六种本能通通能恢复，他得大自在啊！大自在里头，第一个隐现自在啊，需要办事，帮助众生觉悟，就是他要办的事情。他就现身，事情办完之后，他走了就不见了。啊，不见的是隐，隐现不同，隐现自在啊！啊，隐现都没有起心动念，而是什么众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随顺众生，成就自己的真实功德。啊，这个功德累积，帮助他提升。啊，叫大乘圆觉，上面还有41个阶级。啊，用这种方式帮他提升。所以莲花，莲花每一瓣乃至于我们把花瓣磨成粉，每一粒粉都具足圆满的色受想行识，好的真的不是假的啊！秀兰博士，你们有同学在这里见过啊？他到我们这里访问，不在这个省，隔壁那个摄影棚啊，那摄影棚里我放他的照片。啊，他告诉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起心动念没人知道，啊，我们干这个事情没人看见，错了，桌子会看，他会听，他懂得人的意思，啊，我们座椅也是这样，墙壁也会听，天花板也会听，这地板也会听，啊。我们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他们全知道啊，这就是其他法。啊，他替人看病完全是用意念。啊，我问他
你治病根据什么道理？啊，根据什么理论？完全根据心想。佛经上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就是根据这个心想。啊，他说心要清净，不清净就不灵。要清净，要把自己所有一切不善的念头清除干净，然后再把一切善的念头也清除干净。啊，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善恶，没有染净，没有是非，什么都没有，本来无一物。这六祖说的，那是自己的真心，真心是清净的，是平等的，是觉而不迷。我们经题上这五个字，清净平等觉，是我们真心。啊，清净没有染污，平等没有动荡。啊，所以心要定，不能动。动就不平等，像水一样，水一动它就起波浪了。啊，真心不起波浪，妄心起波浪。我们叫情绪，这妄心，啊，大风大浪。啊，高兴的时候大风大浪，不高兴发脾气也是大风大浪，啊，那都是妄心，不是真心。啊，要用真心，给人治病要用真心。啊，他说自己要具备这个条件。那么治疗的方法很简单，病人跟自己不要见面，距离几千里都可以把它治好。啊，用什么东西治呢？没有离开戒定慧，他需要的资料就是四桩事情：第一个，病人的姓名；第二个，出生年月日；第三个，现在人住在什么地方；第四个，病历，在医院检查的报告。他只要这四样东西。啊，治疗的方法是每天半个小时观想。啊，把病人这个病历看完之后，观想到自己跟病人变成一体。那么病人身上的病就是我现在身上的病，那我现在开始调理自己，啊，完全用念力，啊，把我身上带着病毒的细胞恢复正常，啊，它有四句偈，啊，要等于咒语，等于密宗念咒语，它不是念咒。他念这个四句，第一句请原谅，啊，第一句对不起，啊，我没有把你照顾好，让你带了病毒，啊，对不起你。第二句请原谅，第三句谢谢你，最后一句我爱你，就念这四句。啊，对着带着病毒的细胞念这四句，用清净心念。啊，半个小时，一天做半个小时，连续做一个月30天，病就好了，就恢复正常了。我这边病好的，对方那个人病就好了，再检查没有了，很神奇。啊，他治好了几千人呢。啊，到我们这来表演给我们看。啊，所以
佛在经上讲了多少次啊，数不清呢。一切法从心想生，相由心生，境随心转，统统讲这种事情。于是我们就明白了。我们今天还没有办法调理自己的身体，道理我们懂得了，那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的心里面的染污没去干净，要赶紧放下，全是假的，财色名食睡通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通通放干净的，至少像修兰博士那个本事，我们可以得到。这不是神奇，不是什么佛菩萨菩提，不是啊。也不是什么价值，不是的。这道理在呀。人人做得到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他怎么会做不到呢？海贤老和尚给人治病，随便抓一把草，那就是药。什么病都能治，是不是那个草的力量？不是的，草是个影子，实际上是念力。他的念力功夫比修兰博士高明，所以修兰博士还要一天半个小时搞30天，才能做成，他那个马上就见效。这就是人家的心不但清净，到平等了。清净是阿罗汉的定功，平等是菩萨的定功。如果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个力量就更高了。化身菩萨是如来果地上的能量，来加持，马上就见效啊。所以心要正，正是没有欲望，欲望就是六道轮回的根，欲望不拔除，往生会有障碍。真正能往生的人，业障在中，他最后那一念真正放下了，他才能走得了。最后还有一念放不下，阿弥陀佛也带不走他。我们的信心还是不够啊！功夫不得力，不是法的问题，不是佛的问题，不是外在的问题，全是我们内心有问题。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才能解决问题。不向内求，不反省，永远不能解决问题。经上讲的真好。一定要看出，能看得出来。能得受用。所以那个莲花磨成粉，每一粒粉都有见闻觉知。你说它是珍宝还是异宝？它是珍宝也是异宝。一真是一，不是二。
啊，那么这段文就好讲了，这个莲花，极乐世界莲花，语言是一，在花外无佛真觉。花里头有，花外没有。语言是正的，在摄言百千一夜。啊，这个业是一报啊。语言是因，在如来果上功德。花怎么来？花是如来变现的，啊，于言是果呢，在十方所生妙花，花确实，极乐世界的花非常非常微妙，啊，是阿弥陀佛的愿力，跟众生。念佛的功德成就的，我们这里真念佛，七八尺这个花，天天长大，啊，光色美好，我们要不念了，这花就枯了。在极乐世界看到变化的，就是七八尺的莲花，其他的没有变化。没有生命啊，只有连这个莲花大小光色不一样，它有变化，奇妙啊！啊，说语言是主，在能含十方三世无量慧。语言是伴呢，则唯识如来正觉；语言是一法呢，则此中出无量法；语言是无量的，则一句名号，奇奇特特，不可称，不可说，不可思议之法。勉强说个名字，叫它做奇特法，上以甚深。这几句话意思很深了。啊，下面黄念老略加解释。啊，这些经文看到不稀奇，不难，自都认识，意思真的太深了。你要参透，你是欢喜。啊，你要是囫囵这样念过去之后，念不出味道出来。啊，我们学习经教不要谈进度，啊，要读多少不需要，要对里面的味道。啊，真是受用。然后就庆幸了我们这一生多么幸运啊，这一生遇到这个法门，问题解决了啊，问题解决要真正放下，一切统统放下，回归自然，什么都是自然的，自然的好啊，啊，不要用一点点的心机啊，一切随顺自然，一切佛菩萨照顾。啊，这一天有一餐饭吃，佛菩萨照顾的；没有也是佛菩萨照顾的，通通欢喜，通通接受，与一切法不起心不动。
啊，不分别，不执着，得大自在啊！啊，一切心都不操了，操的心都是妄心，啊，都是妄念，啊，用真心，不用妄心，用真心跟佛菩萨相应。啊，用真心，这佛经里头字字句句无量意。啊，用妄心，什么意思都没有了，都是自己的杂念，都是自己的妄想。我们看念老给我们的开始。自留舍之，如来果德称为奇特，最极奇特，如经中华光出佛之位，则彰明矣。啊，后面经文我们会念到。华是莲华，光是放光，啊，光是华放出来的。光中啊，有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刹土的形象在其中，像我们现在看电视，啊，这个画面出现，十方诸佛刹土。啊，你通通都能看到。啊，看到之后，你就想去，真去了。啊，怎么去呢？化身去的，自己的身在极乐世界，在弥陀身边，在弥陀讲堂。如如不动啊！阿弥陀佛在讲经说法，在夜现谛听呢。啊，分身到十方国土，管用；分身到十方国土啊，供佛。供佛是修慧呀、啊，修福啊！啊，闻经听法是求慧，福慧。双修，我们见一尊佛见不到啊，没这个缘呢。到极乐世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你都见得到。这个地方能不去吗？没有发心不想去的人。偶业大师说啊，弘一大师讲，非欲即狂啊，他才不发心了啊，真正的哪有不发心去的啊？这个法门无比殊胜奇特了，圆融包含。无量无边法门，一法就是一切法，一切法就是这一法，真妙啊！啊，下面引用《华严经》的经文说：“如《华严经》云，一切众生身中有真觉智。”这一句话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开悟的时候讲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功德，无量相好啊，
具足全宇宙，一切众生身上有啊。所以说一切众生呢，本来是佛，只是你现在迷了，迷了你的正觉知，你的功德，你的相好没有失掉啊，只是现在不能现前，并没有失掉。你能把障碍去掉，它就现前。啊，障碍是什么？就这三大类的烦恼：无明烦恼、见思烦恼、尘沙烦恼。这三种烦恼障碍了你心得。啊，华严经上还有一句说，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德相，跟这个意思都相同的。啊，佛没有妄语，佛说的话都是真话，要相信。啊，换一句话说，一切众生跟诸佛如来、跟阿弥陀佛原本是一模一样啊，没有丝毫差别。龙女八岁成佛不稀奇，那本来是佛嘛。啊，大乘教讲的这么清楚，无明烦恼是什么？起心动念。但是微细的起心动念自己不知道啊，所以叫无明啊。你自己知道那就明白了，不知道啊，科学家给我们说出来了，我们看了科学报告，对于无始无明有了清楚的概念啊，极其微细的动念念头，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对话我们读到了啊。世尊问弥勒菩萨，心有所念，人间的凡夫他动了一个念头啊，这一个念头里头有几念，有几相，有几时。佛问这么个问题啊，经文是心有所念，即念即相是也。啊，我们把这句话讲清楚的话，用现在白话讲清楚，凡夫起个念头有多少个细念，有多少个相分，物质现象有多少个这个识啊，识就是阿赖耶里头含藏的种子业习。那问了这么多，一句话里头啊，物质现象，识是精神现象。弥勒菩萨回答说，这一弹指，一弹指的时间很短，一弹指有32亿8000念，就先说念头，你是有几念，一弹指有32亿8000念，念念成形，形就是相，念念都有形，都有物质现象，形皆有识啊。只要有物质现象，每一个物质现象里面都有受想行识，无蕴。无蕴是一体，无蕴不能分开。啊，相里头有识，识里头有相，而且相还是先有识后有相。啊，
那现在我们用的单位，时间单位是用秒，一秒钟能弹多少次？啊，我以前都是讲五次吧，啊，有人告诉不止，可以弹七次。啊，那要是七次，320兆，这一弹指32亿8000年的，我们把它乘一乘，八千是十万，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啊，320兆个念头，微信念头，谁知道？它就在我们眼前。我们对他毫无感觉，不知道啊！啊，这是真相，事实真相。那一秒钟如果弹七次，3×7，3×21，那就是一秒钟有2100兆次的生命。一秒钟2100兆次生命。我们怎么能不知道啊？没有办法，现在科学的仪器能够捕捉到1000兆分之1秒，那佛说的是2100兆分之1秒。现代科学仪器还不行，还在进步啊，还要再进步，能捕捉加一倍的，我们相信可以做得到啊！再过个20-30年啊，能翻一倍，捕捉到啊2000兆分之1秒，那就差不多了，跟佛说的接近了。叫微细念头，生灭法。你说每一个念头。都是一张幻灯片啊，这是从前电影片啊，以前电影用动画组成的啊，一秒钟在放映机里面，这一开一关就是生灭了，生灭多少次？24次，一秒钟24次，我们看电影就被电影迷惑了，以为的好像是真的啊，电视比电影进步啊，频率更高，定律是电视是1秒钟50张底片，一秒钟啊，差不多翻了2倍。现代的电视用数码了，每一秒钟100个生命，一秒钟一本啊，在这个电视上看不出破绽了啊。24分之1秒的时候能看到什么？这光在闪动，电影的光看不到闪动，加一倍啊，50分之1秒就看不到闪动现象。现在数码是1秒钟100张。啊，所以就如同现场一样啊！啊，弥勒菩萨不跟我们讲，我们永远不知道事实真相。啊，科学对于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啊，虽然不是我们。用禅定功夫清正的境界，我们相信了啊，对佛在经上说的话不再怀疑了啊，这一相信，佛经里面所说的我们全都相信啊。有一些很稀奇的事情，那是什么？那是我们能力还做不到，我们达不到这个境界，我们相信真有啊。这个高的频率一秒钟
2100兆次的生命，在我们面前，我们没有感觉。啊，他这个生命永远不停，前念灭，后念生。啊，经上告诉我们，相似相续，不是真的相续，真的相续，前念跟后念完全相同。这叫相续相，啊，相似相续不一样。我们在小范围的房间里头，2个小时了，没变化了，一样的。啊，但是你要讲整个世界不一样了，整个宇宙更不一样了。我们的念头是生，生整个宇宙啊，不是太阳系，不是银河系。是全宇宙啊，每一个念头都是全宇宙啊。宇宙从哪来的？从心想生啊。心想从哪里来的？是自性本有的，就是能大师讲的，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具足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功德，圆满的色相，它本自具足。啊，千变万化，不管怎么变，它都不离根本，根本是自性。所以，见性比什么都重要。84000法门，无量法门，追求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见性。所以说，法门平等，因为门门都能帮助你见性。啊，就好比药方，药，你生病了，药到病除，你服了药，病就好了。病，各种不一样，药也不一样。84000法门治84000众生的病啊，无量法门治无量众生之病。啊，那么到底我害的什么病？我要用什么药？自己不知道。碰到佛就行了。啊，碰到阿罗汉，碰到佛，啊，他们会看。阿罗汉的须弥陀能知道500识，他能看你500识之内这些烦恼的习气，他有办法对治。那要遇到佛就更好了，佛能看到你无量劫之前的事情，所以遇到佛是最幸运的。那我们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问题就解决了。啊，阿弥陀佛能看到我们无量劫前，看到我们最初一念不觉而有无明，啊，从弥勒之后生生世世他全知道。啊，要不要请教他用什么方法？只要方法有了，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妙绝了吧。你到极乐世界，佛教里还是念这句阿弥陀佛，决定没有错。啊，现在释迦牟尼佛教给我们，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教给我们没有改变，是一不少。然后我们再顶礼释迦牟尼佛，真正佩服本事。啊，这个时候才真的明了啊！啊，不是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换上另外一个法门，不是。那是你的妄想啊，你想错了啊！到极乐世界去，一句佛号念到底。为什么？这一句佛号是自信的德号，它不变的啊，自信是真的啊。其他名号都是方便，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号，
释迦是仁慈，摩尼是清净。那用大慈大悲，用清净心来帮助这个地，这个娑婆世界，娑婆世界众生缺乏慈悲心，心地染污严重，所以用这个方法来治。阿弥陀佛无量觉，阿凡作无，弥陀凡作量，佛是觉，正觉智慧，无量正觉智慧，什么都知，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的众生，阿弥陀的名号通知。所以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还是叫你念阿弥陀佛。妙极了，真真不可思议。所以正觉智就是如来智慧德相，此实实在在很奇稀奇，但众生皆具。每一个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所以没有什么特别，这非特殊现象，其而非特。法华经中农女成佛，八岁的农女能历劫成佛，确实是特殊，确实极为特殊，但特而非奇，并不奇怪。因众生本来是佛，人人有份，个个现成，故农女成佛并不明奇，都不奇怪。唯此经中之净宗一法，既是最奇，又是最特别。这是我们要注意到的，妙极了。所以这一部经要是真搞通了，搞清楚搞明白了，整个佛法就通了。一定要守住老祖宗的话，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天天读，从头到尾念一遍是修定。如果细心，每一天就小玩一小段，那是会，那是修会。所以修慧跟修法是功德都是都通，都通啊，没有两样，方法不一样，随着个人欢喜。戒完全在其中，戒是什么？心地清净。有法喜而没有执着。你今天临到这里，再过几天灵就更高了，又深了，又有奇妙的东西被你看到了，才知道字字句句其味无穷其深没有底广没有边这就是心得它为什么会呢？世尊从大极殿里头掉出来的秘密都告诉你了。如果不是大极点，说出东西就没有这种效果。然后才知道古圣先贤东西高，我们今天跟人不能比。为什么？今天人心浮动，浮动到极处，他静不下来，
而且都以为是对的。啊，不相信，在清净心当中会悟出道理，他不相信，一定要广修多闻，啊，一定要通过辩论，跟古德所说的完全相反，就难了。啊，我们也是走古人的道路，才得到一点甘露，尝到一点乏味，啊，要跟现在人学得不到，得的是知识，啊，不得受用。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